敬老说的话01 1一般观念解行篇001生气一次要3天肉体才能恢复正常，不要生气才能保持元气，并皆从心出，心不乱想，心拿来想念佛，心清净自然肉体就没病。002肉体虽是借用，亦要与它配合才是真保养。心里想的是可以吃的东西，肉体的一切工作等等，身心所做的一切事皆要适当，皆不超出肉体的负担才可以。003有病有苦时，是提醒要真心念佛改习气，帮助消业的因缘，把心里的垃圾去掉，慢慢自然能健康平顺。